一犬舍命救人。在九江贺家山林园内，有一处奇特的纪念碑，很多人看到这张照片都会心生疑惑，为什么在埋葬人的陵园内竟然立着一只狗的石像呢？狗为什么会葬在这里？当人们看到碑上的文字后，便会对埋葬在这里名叫赛虎的狗肃然起敬。2003年11月28日下午，九江市林业驾驶学校的刘师傅在菜市场买了一条已经死掉的狗带回学校。刘师傅，你回来了。回来了。你瞧我带回什么来了。狗？刘师傅，你从哪里弄来的？在菜市场买的。今晚咱就炖一锅狗肉。够胖的。刘师傅，你先休息一下，我去煮一锅香喷喷的狗肉。傍晚，林业驾驶学校的员工陆陆续续来到了餐厅。哇哦，好香啊。可真香。刘师傅人可真好，没有忘记给我们补一下。哈哈哈，刘师傅，您来了，快先找地方坐下，狗肉一会儿就好了。刘师傅，你过来这边坐，狗肉快煮好了。就在大家等待狗肉出锅的时候，那四溢的肉香把一群刚出生的小狗引到了餐厅。炖狗肉的厨师看到这群可爱的小狗，怎么，你们这几个小家伙也想吃啊？便夹出一块肉丢给他们。就在小狗们要跑过去吃肉的时候，他们的妈妈赛虎却突然做出了令人不解的举动。狗妈妈狂叫一声，小狗们离开了。赛虎对着地上的狗肉又连叫了几声，但几十个员工丝毫没有理会，继续准备吃狗肉。怎么还想要？说着又丢了一块肉在地上。赛虎见餐厅里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都聚在锅边等着吃肉，开始对着锅拼命狂吠，声音一阵比一阵大，一次比一次凄厉，但是大家还是都不理会他。吃下那块肉的赛虎不到十分钟便七窍流血，含泪毙命。见此情景，几十名等待吃狗肉的员工都惊呆了，锅内狗肉竟然有毒。不好，难道这狗肉有毒？事后经卫生防疫部门化验，餐厅所炖的狗肉竟含有毒鼠药，含量足以杀死一头壮牛。因为赛虎，30多人的生命才得以获救。赛虎死后，其主人傅文启夫妇非常悲痛，他们含泪把赛虎葬于自家的花园里。九江市贺家山林园总经理张宁康听说赛虎舍己救人的壮举后非常感动，他找到傅文启夫妇，表示要把赛虎移葬到贺家山林园去。你这么抬举我们家赛虎，我们很感激你，但林园是葬人的地方，怎么能葬狗呢？天地万物终归一死，能留下的只有精神，难道赛虎舍己救人的精神不足以令我们所有人钦佩吗？随后张宁康斥资10000余元专门请人为赛虎选墓址、做棺材、刻碑文。2003年12月10日，张宁康请了4个工人开着2辆汽车去为赛虎移葬。那天有100多人冒雨为赛虎送行，一些被救的人甚至泪流满面。生前的赛虎或许对所有人来说只是一只普通的狗，但是现在的它将会被别人永远永远地记在心里。
那些残害狗狗和弃养狗狗的饲主，请您们想想，天生万物都有其灵性，并且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救人们的生命。想到这里，是否我们必须深思，爱护生命，保护生命，甚至强力救护生命。Namo Amida Phật.